真侪单位拢甲二二八相关的文件分布做数位典藏，亲像台北的二二八纪念馆，即马甲馆内的分布做数位典藏了后，和平将会当伫线顶顶头找资料，降低分布去予人破坏风险。提起手机啊，扫 QR code 就使伫线顶看二二八相关文物。台北二二八纪念馆甲馆内文物资料做整理、翕相、数位化等等过程了后，设置资料库典藏，方便民众线顶查询，也使减少原始文物的存储，降低破坏风险。我们希望透过这一次的公开上线，能够让民众能够来检索使用这批文物，让我们这个文物能够。让民众能够更亲近。过去一直都认为这些文物只有14000多件，那透过我们的执行团队整个的做数位化的工作之后，我们发现其实它有18000多件。官方表示，馆内文物上大宗的来源是1945年代美国驻台副领事葛乔治，占馆内文物总数的44%。官方也表示，葛乔治对二二八的研究真重要，伊所编写的《笔触碑》的台湾是记录二二八事件真重要的册本。要理解228哈，从葛超智这样的一个美国人哈，一个曾经当时的目击者，美国领事馆那个副领事的身份啊，所以他接触到的层面广啊深，也包括联合国救济总署的朋友帮他留下资料，他们很多年后来写出这本书。台北二二八纪念馆伫二二八进行办理特别展览，除了小概馆内文物的修复、典藏过程以外，嘛展出民间捐赠的珍贵文物，展现二二八事件迄当阵台湾历史甲政治的环境。记者郭柏君张水台北报道。